左上腿内侧痒，而且呢，发现有点好像有点小颗粒啊，小颗粒。我看到农田里边种，长了好多植物，长在地下啊，就是它那个，产出来的成品是地下的，像那个类似那个叫什么红薯之类的，就是产出来的东西在地下的啊，地下的，地面上看不见的，在地面上看不见，在地下的这一类的啊，这一类的，这一类的啊，外星人也认下了一些转基因的，转基因的非转基因的那个种子啊，非转基因的那个植物的种子，非转基因的植物的种子啊，这种长的时候呢，人家呢，不知不觉，上面的苗不一定很大，看到的啊，但不知不觉就下面长了一大坨啊。在下面长了一大束的那个植物啊，长在下面，要把泥挖开才行啊。所以呢，有这个要挖泥的时候，发现这地下有很大的一个那个植物的根茎啊，或者就是很大的一个啊，看一下，很有可能是新品种的植物啊，新品种的植物啊。很可能是新品种的植物啊，留一下子啊，这样呢就不要浪费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